来自大天使迈克尔信息。关于天狼星门启动，七星门，你的进化和邀请。通灵，艾利亚米拉。亲爱的大师们，向你们问好。我是大天使迈克尔。神圣的人们，你们的物种，你们的世界中意识的伟大进化仍在继续，并且有如此多奇妙的进展需要报告。现在有扩展的更高维度频率在你体内活跃，从你的行星场发出。当你允许这种共振时，这些频率正在将你调整到你整体性的更高水平。你们在这个表达领域中从未经历过的震动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并且随着你们转化这些能量的能力不断增强，新地球生活的一瞥正在出现。地球现在以新的不断扩展的更高维度频率存在，扩展成新的八度光作为表达。当地球和所有生命随之流动时，打开并允许这些能量，生命正在被提升，看起来真是光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益于你面向内在层面，与你不断扩展的神圣自我创造持续的和谐，并拥抱你的主权权威来选择你所经历的，你关注的，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可以在能量上和振动上使用。从现在到八月初，将会有大量的更高维度的能量涌入你们的世界。今天，随着满月，你进入了一年一度的天狼星门户，因为你的太阳与天狼星，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合相。天狼星是银河系内无限之光的体现，它的光度比太阳高20倍以上。每年七月的第一周，当天狼星与你的太阳合相时，这个门户就会打开，就像所有的事情一样，它会在完美的时机出现，与神圣计划和创造的进化展开保持一致。天狼星向你的世界发射增强的振动和更高维度的能量，支持你适应、整合和协调这些更高维度的光模式。这种能量的流入可以在很多方面赋予你力量。当你允许的时候，提升你进入你的超灵结构内的共振，并允许你的意识融入更高的光表达。这是精神进步，时间跳跃，在更高振动表达中稳定你的意识以及扩展你的内在认知的强大时刻。众所周知，天狼星会辐射自由的振动，并与解放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能量，可以帮助你摆脱或释放限制，并扩展到真正的自我，表达你的真实自我，并扩展到你的更高之光，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进化之路。所有这些传入的能量都会添加到你的能量系统中，该系统已经在接收太阳能注入，并与太阳能一起工作，这与地球的新能量一起开启了一个能够提升觉醒者进入更高灵性水平的时期。意识，这一次极大地支持了更高的提升和超越过去的能力。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转变为一个新的自己，并对那个丰富的时间线开放。死亡与重生的循环正在你们的世界中上演，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你们每个人上演。随着合一的内在认知占据主导地位，分离、缺乏、限制和损失的旧范式正在被释放。当你对永恒神性的认知在你内在变得稳定时，而且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重新与自己的神圣自我，所有你已经成为并正在成为的人重新连接，
并开始生活在与这个更广阔的整体有意识的共同创造中时，你重新获得了内在的权威来主权地塑造你的现实和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亲爱的朋友，艾莉亚今天早上在一位朋友庆祝生日的帖子中读到，生活是真正的艺术形式，你正在创造你自己的生活，它可能是您最宏伟的创作，没有什么是你不能成为、不能做、不能拥有的。当你培养一致性时，当你意识到扬升是与你的一切合一时，这也被称为对齐，你开始意识到你正在显现的就是你，你将获得你所决定的你喜欢的体验，并散发出震动存在。你正在创造你，一次又一次。最近，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专注于感觉良好的事情是您认识并与内心真相保持一致的方式。你开始意识到，你不再愿意让自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欲望，以及内心的喜悦、平和、和谐、团结、联系、轻松、幸福、热情和兴奋。要注意的是，调整你的能量并不那么困难，这样你就可以感受和了解内在的智慧。当你需要和想要的时候，你需要的指导。如果你愿意关注你的感受，你会发现宇宙法则支持你，并且可靠的一致，这增强了您的主权。你正在进入你的真理，集中在你最爱的事情上，并学习深刻而持续地支持自己，找到相信自己、你的生命和无限的方法。知晓，生命本身就在这里，确实认识你，并且总是回应你，为你提供你所要求的一切，支持和爱你。有了这些改变，只要你愿意相信你想要的，就能成为你的。当你明白你是被爱的和重要的，因为你是你赋予了时代的转变，现在向您敞开的机会是巨大的。有一场真正的美味和滋养的高维度能量的盛宴正在散发到你的世界，此时你可以有意识地与他们一起参与，带着意向性、开放性、技巧性以及丰富的内在指导和非物质支持。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一个新计划，该计划以一系列传输的形式提供，专门帮助您从现在到八月的师门接收和整合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有益的更高维度能量。我们鼓励你使用这些能量和这个传输程序来促进你的进化，更加意识到现在在你内在揭示的新兴可能性，转向更真实或更扩展的时间线，锚定并稳定你与神圣自我的关系，并通过在你的意识中修改和创造新的途径来更新你与你的主权创造力的关系。随着地球从分离转向神圣表达，你们每个人现在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多潜力。本次活动777，星号译注，指7月7日天狼星门户，占星术语，多维能量通道，神圣几何数字或天使数字等相关，将引导您探索这些可能性，激活与你的最高表达和你最想体现、散发和体验的永恒品质产生共鸣的时间线。我们建议您在接下来的14天内，经常甚至每天都使用此引导式内心旅程。你将遵循你内心对多久对你有益的感觉，并定期使用它来整合你的时间线转变，调整和加深你与新道路的亲和力，并培养与你新未来的共鸣和亲和力。师门活动和庆典8月8日。师门是一个神秘的日子，这是一个宇宙排列，为我们提供了来自天狼星和大中央太阳的独特相关频率，而我们的太阳位于狮子座。
这是一种强大的感应，可以让你进入最容光焕发、最广阔的存在和力量状态。狮子门被认为是一个门户，超越我们平常感知和理解的增强意识和洞察力的开放。今年，它将迎来一股不断上升的能量浪潮，注入更高的光芒，让我们有机会记住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丰富。在这些能量中，我们可以将自己与造物的巨大丰富相协调，与一切合一保持一致，并允许这种能量状态净化我们的经验。想象一下你的生活，知道你是神圣永恒的意识，受到无限的爱和支持，并拥有自信的与所有造物共同创造的知识，你想要的生活，并且知道你应得的。今天的能量与这种辐射能力一致。如果我们对此持开放态度，狮子之门可以照亮我们无尽的潜力，并让我们精力充沛地体验无限的巨大永恒潜力。我们所认为的奇迹就来自于此。打开我们对我们中心的更高愿望的认识，并扩展我们超越我们正常的自我意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服务于合一，以及我们如何为每个人提供更大的存在可能性。作为天狼星门传输的顶峰，狮子之门既是庆祝活动，也是学习成为和接受更多的机会，更多欢乐，更多平安，更多光明，更加清晰。对于我们来说，以能量和向上的振动方式扩展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是可能的。愿意在地球上作为神圣存在而生活，将所有生命视为神圣的，并知道我们是有目的来到这里的，而我们的目的是由爱推动和支持的。感受你内在的真相，相信你内心的了解，开始更多的认同内在的光、振动、意识和认知的世界。当你稳定地保持认知和神圣供应的内在联系时，让外部世界进化，并享受旅程。我们很爱你们，我们完整了，我们是天使。大天使迈克尔与艾莉亚以及光之议会，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来自大天使迈克尔的祝福。 I am Archangel Michael。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